在回到中间下方那一张啦。好，五位在整张左手边，五位在张左手边。这个婆婆出来之后就发现，哎呦，我这样的婆婆还蛮恐怖，所以她有几张那个照片啊，那个眉毛黏在一起，她说，哇塞，看到这种婆婆真的很难，很难不给她下药，有没有之类的，就是很恐怖这样子，对。所以我觉得反而，我觉得一婆出来之后有让观众跟我们这群笨蛋站在同一条线，因为她真的蛮恐怖，可是最后就看到，哎，他慢慢的从哎失智那些的，就有一些问题，就看到，哎，这个女生很那个心碎跟沧桑。这个女生不错吧？看到她痛哭，对，看到她痛哭，对，她有她，然后看到她的木兰园，木兰园，哇塞！哎，你知道那个兰有多难念吗？戏兰，对，又演到那个就是没落了这样。我有个小爆雷哈。因为我有一些后制的工作会重新看一下，我看到最后两集他们两个有一场戏我都快落泪了，也就是说他前面设定的越是over 恐怖或者高压，后面的反差更感动了，所以大家各位观众朋友期待后面往下看。那是他很棒，没有，我觉得是主题这次很棒，就是像之前跟慧玲姐聊到，他们在做填调的时候，他跟那个怡慧姐，他们去就是真的去兰花园看，因为慧玲姐一直很想说台湾本土的东西有什么可以被看，就他们找到就是台湾阿嬷这样的兰花这样子，然后才发现原来我们都小看这些兰花，一株可能是可以到上千万的那一种，然后最好笑是台湾阿嬷他们就觉得怎么那么怂，就发现是什么纹。是西班牙文还是菲律宾文？哦，拉丁文。阿曼，困他。阿曼不然不气很吵。你再说一次，你说出来一模一样，投给你。你说一次，阿曼不然的串通。有拉丁味，有拉丁。有拉丁味，有拉丁味。对，然后好像那个翻译起来就是，他的音很像阿曼的音，对。所以，台湾后来。因为那个兰花本来是在兰屿发现的，然后是原生种的，然后他的因为发现的人是日本人，然后就是他的发音是因为以前要去取名字认证，然后他发的音是拉丁文，那就有一个阿嬷的音，那所以后来就叫台湾阿嬷。那台湾兰屿以前也不叫兰屿，是因为有很多原生种的，然后才改成叫兰屿这样子。而且那个阿嬷原文的意思是代表可爱的意思。所以他跟怡慧姐，就是我们编剧怡慧姐，两个听到就是鸡皮疙瘩，想说这个也跟我们的戏的那个名字太巧了，对，就是他们做的都甜香，就是台湾阿嬷，对，然后再就是我们婆婆叫做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，就觉得哇，这应该就是缘分了，所以他们就那个他们那时候就疯狂做甜调，就对了，这样子，对。哎，刚是问什么问题？怎么会讲到这个网友的后置？网友的，然后他讲到那个爆雷讲到那个兰花，对对对，讲到一朵，有啊，有个很奇怪的网友啊，这位网友，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友他讲说，他看完戏之后会默默的想要去花市买一朵花回家，我就觉得哇，就是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嘛，因为。第一季大家都已经知道是在讲凤梨酥，讲这个禀赋，这个家庭的这个他们这个碰到的困境，然后这个妈妈如何带这四个孩子，然后这四个孩子都不要他的困境。可是第二季其实讲的还是家庭的情感，但我们想讲一个产业，然后觉得台湾兰花是台湾很棒的产业，因为现在每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兰花还是来自台湾。是很厉害的产业，那所以我们就想讲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没有讲到很多，因为现在才14集嘛，对，今天才要播15、16，然后兰花的戏后面会更多，但是观众已经有反应说，哦，看了会想要带一朵兰花回家，我觉得蛮开心，而且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金三角都老了，就是都比较年长，就是慧玲姐、怡慧姐还有那个邓哥，我觉得他们这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话题，他们就是有一个在戏里头就是一个老人家照顾老人家的状态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台湾很多，包括其实我们真的看到丁姐现场拍戏的时候带着妈妈来的，就觉得她
好孝顺哦，就是超孝顺的。九十几岁，对不对？对，九十六，就带着妈妈来现场拍戏，就觉得哦，好像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关于老人家照顾老人家的话，也是谢谢三位老人家有这样的，我觉得也让很多老人家有被抚慰到。那奇怪的网友是他啦，因为我们就是我们。三个在那跳得很认真，他给我连说，比如说，哎、欸，这三个女面团，哦，对不起，是女团，你懂他的幽默吗？我是留女面团。对，他说这三个女面团，然后说啊，他讲错了，是女团，就觉得就是常常有些就老伯伯。徐瑞宁演得好。就嗯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最近还有很多人在骂那个少伟哥。哦、可是大部分都是在说那个少伟哥的角色一直在，我有觉得，我觉得这一周播了之后，他们三个出去真的蛮危险，会被打，会被打，会被打，因为上次是播到他们在写遗嘱，在医院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改遗嘱，对，可是后面更可恶，所以他们三个真的。太可恶了，不行。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反差越大，比如说像少伟最近真的蛮惨的，可是他后面的转变就会很大，对，很可爱，就是很可爱。然后就觉得他女儿的那一块真的给他很大的力量。嗯嗯，对，现在已经开始了，对，已经开始女儿那一块也很，对。然后他是到最后有重责大任，还没，还没，对，快了，对，快了，后面他有重责大任。可是你哭的好了，乱改。对啊，对，就是重责大人。那有话多说一下，反骨的媳妇，大家会骂。哎呀，我一直他很正啊，反骨的媳妇，我反骨的媳妇，我觉得反骨的媳妇，我觉得大家都还蛮支持我反骨。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大美，她毕竟说出了蛮多现在媳妇想讲的话，但说内心话，但她说不出来，所以大家就是看戏里面，我在反骨妈妈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觉得很过瘾，对，他们就觉得大美说的是对的，不应该就是把社会价值放在媳妇身上，所以我也是很开心，透过大美能让大家疗愈一下下，毕竟这是内心话嘛。那演出来让大家过瘾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因为很多媳妇不敢明着说，对，不敢明着说，只能跟大美说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如果媳妇跟婆婆一起看那个戏，应该常常有很多眼神是那种，就是可能会不敢，我觉得对看，就像好像会有点尴尬，就是那种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媳妇在家里就要尽量播婆婆二，就要让大家看一下大美跟彩江的那个冲突，就是彼此可能就会。有你知道退一步，其实我常都觉得我们的戏很疗愈，所以你看完我们的戏之后，会就觉得自己的小孩跟媳妇跟婆婆也没有那么糟，因为 对这些更糟。戏里面是极致，对，极致了。你看一下戏里面的大美，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媳妇很好，对，哇，没有那么坏，对对对对对，不会到恐婚这个地步吧？谁？你？我但不会恐。你进入主题了，他是想要办事，我很想结婚，他是想婚，我是想婚，不是他想婚头了，想婚。你也是啊，我还好哎，真的吗？我一直都说还好吧，对啊，我一直都说我还好啊。哦，是哦，我没有你那么想结。OK， 他不想结，他就是私下会一直跟你闷闷。他比较想要有一个家啦。他想要有一个完整，谁不想要有个家？我就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就是我的家。哎，你最近买房子了吗？对，我最近买房子，我有一个家，我也有一个家。对啊，你觉得我们两个这样互相伤害？但确实你是真的，因为你还想要小孩，主要是因为你还想要。你一定要把话题再往下聊吗？老实说，他们两个喝醉酒以后不是这样的。好像私底下聊，就说他们两个喝醉酒之后说，他们说要去拜月老，然后你知道他们去拜月老。他们拿出一张纸，你知道条件有多苛刻？我说月老应该想要八公，你们自己讲，你们自己讲。所以月老就可能真的连身高体重什么样的职业，月老你也想过这两个太？可是我去拜月老，我就说是男的就好了，或者是一个很棒的陪伴我的人就好了，没关系。他们两个，那你妈妈堕落等呢？那你自己说，你有没有后悔当初没有把条件列详细一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应该再写的详细一点？对对，今天是怎样？我想，我还是跳过这个话题好了。那你自己讲，你们的条件是什么？你自己讲，你身高什么？他连内在都要讲哎。当然呢、啊，不能只有外貌。或者什么兴趣相合？当然了，一定要。林奇，你说，你选谁？还这个？其实我也可以选，我也可以选。
这就算了啦。他应该觉得我们太老了吧？小孩子才做选择。是的，不要，他可以，他家很有钱。你知道李琦有一台，不是一台，那一台。不能说吗？怎么一台？怎么一台？怎么？法拉利吗？不是，你说法拉利，法拉利。妈，拜托你，选我们，选我们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这样他来的时候，先让给你，让给你。他后来的时候，不是和我们现场那种用一个杯子触那个有没有吸管呢？他是拿矿泉水，那个你知道，那个法国的矿泉水啊。然后对，然后你知道，他有一台导演你讲，小提琴，小提琴，会不会是一台小提琴？小提琴，他的小提琴，你知道，他的小提琴是下雨天的时候，导演说赶快收起来。对，人可以两百万吗？小提琴不能，我们都说不要弄坏他两百万的小提琴。是三千万还是两百万？结果，结果导演他跟我说，导演不是两百万，三千万。而且那个是一栋房，而且那个是房子，一栋房子在那里拉，两栋。选他们，我没带。而且他那个是，你还有就是你要真的是个很厉害的音乐家，然后你要把你的资历给对方，包括你在什么地方演出过，然后他们会核对，然后借得到，决定要不要。所以不是我的嘛，是借来的。但弄来也是，啊，现在还是要有这个资格。小提琴的话，你愿意买借？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我就说先从一万开始就好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如果婆婆有三的话，麻烦你们家赞助冠名播出。对，没问题。哎，很有钱哎，找到金主了，找到金主了，找到金主了。我是有一颗心的。啊！所以说法拉利还有什么车？谢谢你，这个要问吗？你们要参加我们的中风团一起？你要不要干脆做一集他的专访，然后直接去他家？对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。好好好，而且豪宅就是一个主人，好不好？对，豪宅一日游，停车场有两层，讲三层。我随便讲，要负责。要啊要啊，他们真的会去你家，他们真的会写哦。你现在就开始要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你住他家，我住停车场一，你住停车场二，你住停车场三，可以，刚好。不要，我要住一楼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管理员是哦。哎，什么？你家在哪大安区？这会写吗？会啊，会啊。哦，那。不说，在台北，我住在台北啦，台北啦，台湾都有，你们怎么都变这么多个苏敏爱？我们这是跟现实低头。存款有九位数吗？九位数款什么？存款九位数吗？九位数是多少？亿。你说存款吗？我自己没有。家里有，干爹有，干爹是爹娘有。哦，爹，所以就干爹啊，因为我是媳妇，是他媳妇，不是干爹，岳父，哎，公公怎么会干爹？公公有，他不用买房子啦，对啊，就不用装潢，一进住进去，单身的考虑一下。李琦，你现在单身吗？李琦，你认真说，认真说，我们两个不让你做选择好了，算了，我们这两个，你选哪一个？又是不选择的，两个都要了。这个啦，李琦是住家里吗？我现在住家里。1990，所以每周都要跟爸妈一起吃饭那种。大了对啊。怎么瞬间想？怎么到？现在要相亲。还是你想报名？想报名？你想要报名吗？还没结婚对不对？不用。没先，结束再聊。结束再聊。结束再聊。意思就换赖的意思。
结束换贷，所以现在还要领零用钱。跟着换贷，没有没有，我自己有。他说结束贷，他会赚钱。没有没有，他很会赚，一起赚钱。冒昧可以问一下，家里是做哪一方面？因为资产家哪一方面？经商吗？数钱算不算数钱？没有哪一个领域？哪一个领域？金融领域或是什么就好了？金融？你说金商火还是什么？对对，金火、商、金商、商、不要想政，商、商、商，不是政，商，合法商，合法。在 Google 搜寻得到家里的家族列表？合法，查不到。查不到，对对对，查不到。记者说没有什么是我们查不到的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维基百科就会多了家里在做什么。说说李琦，他比较重要。我不知道，我还真的，我只是从他的那个出手阔绰以及我没有出手，他没有出手，他没有啊。他有请大家吃东西啊，你也有请啊。可我请的就是一些春，他也请过，他就请一些春卷香肠之类的。我猜他请喝饮料而已。但是是那种就是是不是那种三四十块的，是一杯八九十块的，对，就那一种，然后出来就是拿矿泉水那一种。对对，就一定要喝那个。就还要被绑架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基本上家里哦，你被绑架，还有没有练身呐？基本上家里学音乐的都不会，都不差。就像以前我们学校，你知道美术系、戏剧系跟舞蹈系都是那种自己上课的，然后音乐系都是大家开黑头车下来，然后就是大提琴拿下来，小提琴，所以弄得看没看。片场看过他几部车之类的。他们停很远，他们不招摇。对，低调。讲的很搞笑。哎，我觉得我们不要再这样陷害他了。不要陷害他了吗？好，我们转移话题。对对对，他们去做。邓哥大约有八台车啦。对。朱鼎上的车就是他的车。这个腿新兵，不要陷害他。要不要陷害？换人陷。想说让大家多认识他一点。邓哥有八台车。因为等那个兔宝长大。兔宝长大，他也老了吧？老了也没关系啊。也是哈，但我们怕你安心啊，我怎么会安心？我都心里小鹿乱跳，我怎么安心？哎，算了好了，我们转移话题，还是邓哥好了，看得多心安。是转移话题好了，不要太远。这婆婆二上不错吧？收视率。好突然，好突然，好突然啊！没有一好，没有一好，继续努力。那个永兔，那你后来有在做读书会吗？我有，你没去啊？永兔，你看我，一转转到这方便说，对，他亲戚有交代。啊，这么，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站在这里很紧张。哇，结果转了一个话题，来到一个更严重的。对啊，就是新婚快乐。包，我心仪给了，看不出来吗？感觉到了。有。好，那我们想，我要去化妆了。要结束了。那你有新的那个吗？什么对象或是？哦，没有。刚不在征婚吗？对，我刚不是在征婚吗？我在刚有想把李琦。对啊，我就顺其自然的，现在就好好工作啊。你这么美，机会多的是。有养猫吗？对啊，没有。因为我在月老列了一张 A4 纸，确定你要看。真的很好笑，你的条件有什么？我一边给你看我的猫呢。将近了，身高要185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那么高啦，就是180。你身高比我高就好了，比你高就好了。然后要孝顺，我记得。要哦，对，孝顺、善良。爱狗。对对。也不说爱狗，就是尊，就是可以沟通，尊重尊重啦，彼此互相尊重这样子。然后有什么特别的条件？他有钱吧？哦，你是说经济状况要稳定？哦，稳定，经济状况要稳定，这是整体。最好有房有车。你怎么这么清楚？你没有看过，你也看过我的吧？不是，那你也没必要讲出来吧？你要我讲你的吗？我喜欢那么两公。一下你怎么知道我要讲哪一条？有房有车还好吧？有房有车，有车，没有公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有说没有公婆，他有说
说要孝顺，要孝顺，要孝顺。但不用跟公婆住当然是最好的啦，这是这一题，因为毕竟有各自不同的环境吧。啊，你是什么？我已经忘记我是好久。我手机拿来把他的那个。我记得你有个好像身高要高哎，我没有要高嘛。你们有没有一比对发现？竖的算算掉，也算。没有，我那时候参考他的，他说哦，对，这一条可以写。而且他们说他讲得很巨细靡遗，我看到我想说，你知道我们两个超好笑吗？大家说月老会钻漏洞，你知道我们两个超好笑的。我们两个，因为我就开车在家先跟月老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后你知道我们两个就是把那个月老条件打在手机上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去看，然后等到真的要列条件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。两个这样很心虚的这样看着彼此，因为我们就看别人都是这样很诚恳的这样办，都没有拿手机，然后我们俩就这样拿着手机，可是太多了记不起来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只能这样，然后看一下，然后第一条念完了，然后赶快看一下第二条，然后因为我们很紧张，因为你就看到那个喵喵的，他们就这样子看着你，然后就只有我们两个拿着手机很心虚这样。然后赶快念到第十条之后觉得不太对劲，卡剩下的五条这样大概讲一下，然后就赶快走了，就超心虚的，他们超认真的。下次列好，然后放在桌上，上面摆满食物，不要让别人看出来。哦，你自己也看不到，没有看得到，神明怎么样都看得到。或者直接烧一烧，或烧一烧，不用念了，老师看见了，跟着要念了，哦，那边把食物又供了，月老爷电子档了吗？要不然我 email 给他。快多久了？一个月了吗？两个月？我们很久了吧？很久之前，一年了就。对啊，蛮久之前去拜，所以都没有，中间都没有出现类似对象。中间有过，对，但就是后来就是对啊，就是目前、就是、可能不完全随缘，就还在随缘，对。那我们要准备到了，好，谢谢，我怕粉丝等太久了，好，谢谢，先美女走，好，大哥，他们去楼下摇